你还是Hello，运动装，没事，很热，我现阿在姨快可以热躲，死了。热，今天很热，热 掉爆嘎掉热嘎掉嘎！跑，我加到42度哎，太太热骚了了，吧？对啊，这关机下需楼，要降温。你需要降温。我请的问天，要怎你么变成那个？要怎么变成四重母子？Auto 加续付特吧。F11 应该就可以了吧？F11？啊。你要变四窗模式哦，那你要加打指令啊，什么像我打这个指令就可以8.6哦，八点四六模式哦，怎么是四窗模式？你不知道？哦，Auto F 是四窗模式，你们有没有四窗模式吗？可以打一下指令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波波没有，是不是？帮你打，我帮你打。波波没有，我。真是谢谢你了，完全没问题啊，波波最喜欢了。不用担心。哎，已经是四窗，哎，我现在要变成全荧幕了啦！你看啊，负负得正，有没有？负正得负。那我们今天又到了红绿灯鬼抓人时间了。耶！上一次我们的玩法，这个作者都有改进。嗯啊，有新地图，也有新的模式，然后呢，有很多的新的更新，我们等下就可以来慢慢的来挑战看看。好不好？我们首先就先简单玩最原始的红绿灯。好，好，繁星也太血腥了吧？你怎么了？鬼抓人啊！鬼抓人！红绿灯，红绿灯没那么血腥。嗯，僵尸赛跑，我要拿僵尸赛跑，我要拿红绿灯追人嘛？他屁股露出来，太可怕了啊！这次的新地图呢，叫做洞穴基地，看似狭小。但视野不开阔，对鬼也没有很优势。基底哦，啊，人图哦，对啊，他的意思是说，地图虽然小，但是视野就是很多障碍，所以其实鬼的优势也没有很大。差点以为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前面讲跟后面讲的不一样吗？我们啊，试试看。然后他也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全体的规则。嗯，上一次很多的规则都是 for 个人，就是比方说红灯使用的次数有没有？嗯，对，这次有全体，也就是我们全体最多红灯只能红10次。哦，超过的话你就红不了了。红不了。大家是共同的哦，所以你不要一直在那边红啊绿啊红啊绿啊，听到没 ？BOB 哦，我绝对一直红啊。哇，红起来，红起来！你超红，一直红，一直爽，超红。那我们就先来这个两个坏人看看哦。你看，我按错了。你是想当坏孩子？你是坏孩子？坏孩子？想当？我对，我是坏孩子啊！两个鬼，两个鬼，随机一位当鬼。诺英，诺英，诺英 ，You so bad。So bad， 小雨 ，I'm bad， you are bad，I'm bad， 两个坏人 ，I am a bad girl， 我要给他们抓 ，You are bad girl，I am bad girl， 但是我被关了，耶，你被关了，没关系，你要准备解放喽，那就来试试看喽，好，3、2、1 ，Go go， 哦，真的是，哎，蜘蛛哎。好大的蜘蛛哦！小大蜘蛛，大大蜘蛛，痛痛的，大蜘蛛也有点痛痛啊！地图感觉好像真的不太能走呢。哈本是吧？上不去，这死路，这死路，这里是死路，这里是死路，这死路，这里是死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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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是很多障碍物哎。这里是直路，真的是上得去吗？哦，这边是另一条有可以过来的感觉。完了完了完了，快跑快跑！出事了出事了！快红快红！出事了各位！脸红，小雨冷静，小雨冷静。哎呦，二二二零快快的，大 baby， 为什么蚂蚁红？蚂蚁红，大猪猪，哎，蚂蚁大蚂蚁姐姐，大蚂蚁不是。这有陷阱，我红的吗？有陷阱啊！我还没有陷阱啊！有陷阱，然后砍人啊！没有，小雨掉下，我掉到啊！他掉两格高，鬼被抓了，鬼被抓了，真的出不去，真的真的真的，他真的出不去，快笑死！那你 PP 那个诺英，诺英在旁边，诺英在旁边，PP PP，
陷阱啊，作者，有一个陷阱哎、欸，作者也没料到有这样的一个作者，怎么没有？我们一玩就抓到了，怎么会人掉进去啊？这么笨这样吗？我在哪？我好像在蜘蛛上面，是不是？哎，我万一然后掉进去，我离刚刚离鬼很近哦，你刚离鬼很近哦，给我个信号。其实我就是鬼啊。对啊，哦、我讲二零，等下开传送门喽，他要开。哎、欸，我刚刚救你，我刚刚救你，你怎么可以？我就在等到你，你干嘛？我帮你作证，然后你来追我，好可怕啊！我们一个头在那边哦，我们要发芽了，我们要出去看一下。小孩怎么剩这么少人？我们要不要出去探一下？我不要，你出去看呢、啊，你出去看、啊，你出去看，你出去看。丢东西，你怎么看到了啦？你去看一下，怎么上？林诺伊，红了红了，你还记得我在哪吗？你还记得我在哪吗？耶、啊！你别走，哎、欸，我们剩四个绿哦，你们自己。你快跑啊！你快赶快红，他死了，他死了，没得红了，没得红了，没红了，那个 Q 出去，好吧，红灯要 Q 出。我刚刚也在迟疑。我刚刚也迟疑了一下。我在巧克力旁边，我在巧克力旁边、啊，我去叫巧克力了。凡是你这时间、哎，不，你等一下再来，你等一下再来，你先躲一下，先躲一下。好好好，小雨，没有，小雨过来了。哎，你会不会看到？你会不会看到？那我去救藤头，去救藤头，去救藤头。完了，小雨，你还记得我在哪吗？我记得啊，怎么了？我去救藤头，找我玩吗？没有，他已经走了，我们配合成功。我去救藤头，去剩下最后一分钟会那个哦，还是好，我去救巧，救巧，我看到小雨，我看到小雨了，有小雨走了，小雨走了，好，来干嘛偷打？两个绿，全家你发光啦！你们怎么都在这里？这里怎么上去？撑着点，你们怎么都在那？那你怎么上去、啊？你们那里很强吗？那边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其实很明显。小雨那边其实二零，你嘴巴不要，我也觉得我你们就发光，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所有人都看得到，你都已经被发现了。超没有，你没有无敌，没有没无敌的吧？你嘴巴，你嘴巴。快跑！救！快起来！四散！为什么？二十秒！为什么？什么？小猫很头被救到了！哎呀呀呀！我知道，为什么？我跟二零一起 Q， 三个一 Q， 没有啊！小猫团团了！小雨，我刚早就在说你出不，你出了懒，你自己出。我们一起哦，一起叫哎，这是 bug 吧？刚刚全员一起耶，超好笑哎！范伟记，那个是技能吧？哇，你有技能哦！什么二零二零真的是无敌耶！二零没过，当然啦，二零是地图作者啊，二零还是你都敢叫你吧？他你是孩子王，就确实只救所有红灯的人。对，我不知道说他的设定就是这样啊，他是孩子王，更新。行，因为我们红是全体规则，所以救也是全体吗？对啊，吗？这样吗？我没有玩过这么厉害的红绿灯。对啊，可是这样不容易死吗？但是我们是第一个被救的嘛，你们之前没有人被救，都不知道。他是万中选一的英雄，他一定是有坐标值。因为看了全体规则，所以就是一救就全体救，这也太强了吧！哦，好强，很强。不要这样子，比方说有没有外像刚刚 Bobo 跟二零躲在那里 ，Bobo 红啊，二零救啊，我们外面就可以动了。对啊，哦，这是作弊吧？那这是作弊，鬼好难玩哦。那不行啊，那等于是自由灯了。对啊，自由灯哎，这其实自由灯，三只鸡两只鸡，这才是真正用红灯次数全体相同，红灯死亡倒数跟随第一个坏孩子拯救。哦，对，他这里有写，坏孩子拯救一个红灯，就等于拯救全部红灯的孩子。哦，坏孩子拯救，对，很强哎。靠近鬼的任务没完成，就全体死亡，也是有负面的。哦，拼了！哇，这个好猛哦！哎，有龙源呢。这个就不适合这个基础规则啊，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模式，你可能就需要这样子。这样子，嗯、对，因为基础模式毕竟对于还是玩一般的比较好。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玩玩不同模式，好不好？
好，那来看看谁当鬼啊？巧克力、哦、是鬼，我的妈！不行了，你们组的太强了，完了，好强哦！真的完了，这个没有，我们这个新模式其实也没啥，好不好？可以看一下、哦、水鬼红绿灯，水鬼红绿灯，对，水鬼红绿灯、哦、这个模式就要想办法不要变成鬼，什么意思呢？就是鬼碰到坏孩子的话，身份阵营会交换，嗯，哦，对，坏孩子不会死亡，是身份交换。只有那个未达成任务最远的还会死亡而已。嗯，对。哦、但你就要想，一般的时候是不会死亡的。那重点是什么？时间到的时候，如果你是鬼，你是输的。哦，怎么听不太懂？那就有点像鬼抓人嘛。那我们当中会有坏孩子吗？就有点像是鬼抓人。鬼抓人不是我抓到你，你就变成鬼。嗯，不会死的。找下一个人，就是类似这样子。啊、那最后你是鬼的话，你就是输了。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最后？额外有一个就是，如果全员红灯的话、嗯，那鬼一样直接先获胜哦，好不好？就想象成鬼抓人的模式，但是只是多了可以红绿灯，传炸弹嘛、哦？对，有点像传炸弹，有点像传炸弹，也、很会，还蛮像的。所以我可以被最后不当鬼，被鬼碰到你就是鬼，就这么简单。你爱惜对不对？什么爱惜？爱惜，爱惜没关系，对不对？哦。被打你就变鬼，你就变鬼了、啊，变鬼啊！你就是阿鬼了，你就是阿鬼了，你就是阿鬼了。他连鬼抓人都没玩过啊，他不完蛋了，出事完了，出事了！有人不会玩鬼抓人？裁判，懂了，这观众谁找的？是观众谁找的？观众，怎么有一个观众会在我们之中？对啊，太奇怪了、欸、，TO 开头的、啊、，TO TO。T O T O 可以不要吗？秃头秃秃秃哦，你变了，是这样子哦。哎、欸啊，对，就是打了就会变。那、这个我屏障啦。你不要去最上面哦，啊、跳不下来，那边死路哦。哎、欸，有秃秃秃秃秃秃秃。哎、欸、哎、欸，我不是打你了，他是偷偷吧？哦，误会哦，大家误会了，误会了。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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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妈妈咪呀！Kobe， 哎呀，我怎么把你 Q 出来了？秒换回来啊！要等一下。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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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秒换还得了啊？诺伊，有无敌时间嘛？有无敌？干什么干什么？认真对一个米菲当鬼哦。糯米，糯米，糯米好吃。其实不用想太多啊，我们可以出去玩一下啊。糯米，反正被打到就是交换而已，反正最后再换呢、啊，对不对？最后再抓到人，这个就是养牌嘛，你在养牌，你在养人。哎、欸，不对耶，你不对耶，为什么是你是鬼？我来参观一下啊，你家很大啊，我在忍呢。你家很大，我来救一下。哎呀，哎，我无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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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养牌啊，跳不下去，我就养牌啊。小南，我就一直跟在你身后，我等到一分钟。小玉，你要出事了，小玉，怎么又是你？哎，这可不可以就是你一直在出事啊？被砍几次也出局啊？没有没有，不会出局。我说应该要这样改吧。你飞？哎，为什么？你可以来打团团，应该打。哎，这边死路哦。他没有。这边没有死路啊，这边还可以绕。真的假的？有屏障，跳不下去。对啊。你想害他？哎，你怎么？尤伊。我觉得那里还蛮强的。团怎么了？什么？我怎么了？没打到我。哎哎哎，我可以动。你可以动吗？我想说你怎么跟在那边？我一直有不能动。我以为你有事。因为刚刚 Bobo 怎么打给你？现在是 Bobo 跟米菲。哦，那也很好，你两救会呢，你没有砍我呢，哎呦！我以为你在用直播的东西，你知道吗？哦，那我还在用，我还在用，不要弄我，不要弄我。等你一下。听不下去的，我这边好强。干嘛？我在那里。两个鬼要互抓了，好可怕哦！好可怕，吓死了！不要！哎，蚂蚁到。大蚂蚁姐姐，大蚂蚁，大蚂蚁，大蚂蚁姐姐，蚂蚁姐姐，来，哎，为什么我不是砍他吗？你，诺伊，上来，这边，全员啊，发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喂，
红啊，红！哎、欸，对啊，最后可以红。哎、欸，那个你要养牌吗？我帮你解救他。不要养牌，我帮你养牌，我帮你养牌。你太早养了吧？太早了吗？你在他旁边再站一下。他红很快，他红很快。什么？太红了吧！啊！我要养牌。他一下。哎！天使，天使。哦，对对对对对。完了，波波，快点，你们快点，走走走走。救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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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没跳，没跳。不是他很快啊，太强了！我有了，有了！怎么没有？有哎，换到了哎！傻逼啊！我是傻逼啊！他砍错人是不是？你最后是什么、啊，波波？没有，最后是我跟白衣是鬼，你打到我。哦，我打到你了！哦，你红的也太猛了吧！你一直红啊！完结，会跳动，你一直按到，好猛哦！节奏游戏耶，滚轮在那边一直 QQQQ 按着，然后滚轮滚轮，好扯哦，好扯哦！等一下，怎么这个这刚那个才是水鬼模式吧？对啊，刚那一个，那个就是水鬼模式没错，这是水鬼模式。水鬼模式啊，这就是水鬼啊，他的名字就叫水鬼模式啊。水鬼模式，哎呀，哇，哎，这个刺激啊，不好玩。那大家知道水鬼怎么玩了？我们接下来换别的地图可以持续水鬼。啊，儿童公园。好，儿童公园。童工。原本的那个地图。麻烦。反正其实一开始当鬼是麻烦，好。麻烦组合，麻烦组合，好黑哦！我去检查那个作者 OP 点位有没有哦，你有没有？你是说上次你跳的那个？怎么在这边？我以为你是要带我去另一边。你说叶子上吗？是另外一边呢。哎呦，嗯，哎，不怎么，这边没有改啊。要那个啦，你要蹲到。哎，有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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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上面有屏障了。你们在哪里呀？来跟我一起玩啊，不要害羞啊！卡住了，波波怎么办？哎，你怎么在上面？蹲蹲蹲蹲蹲蹲！你不走这边吗？你不是要走？对对对！会不会跑酷？哎呦！我下去，我从来没成功下去过。你下去！你们在走那个？怎么有人在屏障？太远了，有屏障了。鬼可不过来一点，鬼可不过来一点，我太远了，太远了，好远哦。哇，好远哦。没有，所以是最远的人会死，是不是？不要理靠近波波。不会死啊，没有，没有打死的。我们这回合已经成功了。对，我们有成功了。好好好。有一个人碰就好，对不对？对，一个人碰。什么？不准碰我！不准碰我！尿尿尿！我跟你讲哦。蓝来咯，哎，为什么是我花瓜啊？花瓜，花瓜，花瓜来啦，来啦！啊，麻烦的麻在后面啊！你跳吗？你跳吗？哎呀，失败了！麻烦的烦也来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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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不会啊？等一下，不要去 C 了，等一下，跑！骗人！骗人！说谎！他说谎！哎，我怎么是鬼了？酸哦！你不解哦，可能是被 IP 骗了。哈哈哈哈哈哈！躲起来，躲起来！啊！爆炸五了！你这个骗子！我都不知道我被救了呢。哎呀！哎，我是你的狗，我是你的狗。干我吧！是讲啥嘞？你说什么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再一次，再一次，我不信。爸爸，准备，准备，准备，爸爸，一、二。哎，好强，好强！再次，再次，上不去了。再一次吗？再一次吗？可以，可以，我们已经可以，我们已经可以。好了，倒数一。二三，太强了，太强了吧！好强啊！啊啊！
那我狂 Q， 我狂 Q， 我狂 Q， 我狂 Q。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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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精彩，好精彩！精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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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好精彩，好精彩！不行哎、欸，没办法、啊。你开挂了，爸爸。投降，投降啊！哎、欸，你们想要被砍死啊？狂红哎、欸！我的我没有了，没有人了、啊，没有人了、啊。猫，这里只有猫而已，没有，没有，没有啊！猫、啊，蠢男，你怎么还是这样？怎么没红？二零。哦，他说还是有短暂无敌耶，就算他没按到也不行。来一下嘛，来一下，短暂无敌，来一下。干嘛啦？红了啦！是为什么一堆人在红啊？欸、好卡啊、哦！不要靠秋千那边会很卡。哇！哎、欸、哎、欸，大蚂蚁姐姐，大蚂蚁姐姐。哎呦！哎，我刚看没有哎、欸，我看错了。哇！小雨，不要看你的，小雨看你了，看你的，那是不是我的？没有啦，还有一个啦，还有你吧，哎、欸，剩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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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诺英呐，还有诺英，还有诺英，我们没看到他，我要输一次了，是我，哭了，大蚂蚁姐姐，耶耶耶耶耶，啊。哇！我用了我在看的啊，我在看聊天室，想说应该没事。啊，你在看聊天室哦？我刚刚想说你怎么不动？你要现在团团那样是不是？我用了没被截，红灯几次？然后说我没看的话，我就直接奔他，就告诉他我有看啊。安全的。然后换一阵就被水鬼了。刚、啊、刚、啊啊啊、有一阵在洗一瓶呢、欸，我的天哪、啊！对啊，真的。那你不是超安全的，那你是超边缘的。啊、越来越大咯，海港子对超前面。我觉得这个水鬼模式的鬼应该速度可以快一点。我也觉得可以跑、哦、对啊，毕竟大家都红的话就比较对。明白。鬼有加速二哦。啊、哇哦哦，巧花，嘿嘿嘿，巧花族来啊！哇吗、欸？有人偷打谁这么过分？谁小坏坏？谁呀、啊？游泳去，游泳去。鼻子狗狗。不是我。红灯妹姐就好像有七秒无敌啦。哦，七秒哦，太久了吧？哦、是不是可以调？我等下调一下，慢慢应该调到零的，对。调零。调零。慢慢调。小狗狗。对。怎么又是你？没鬼家。欸、可以吗？你要变成尸了哦！还在游泳哦，小朋友。我这样像水草哎、欸，不是一朵海草，海草还笑那么开心呢、哦？你怎么笑那么开心？你戳到笑穴、欸，开心啊！戳到笑穴，还是戳到开心？哇，屏障有屏障。二零，你怎么没有笑？我看不到，我只看到你的脸。二零做的，二零怎么没有脚？二零没脚，你给我过来！得走走走！二零刚刚开 Q 啊！哎，是你！我被他骗了，我只看到脸啊！好啊！哎呀，不舒服，不舒服！来！不可以啦，不可以啦，不可以啦！你又在出海捕鱼，还在水里，还在水里。还在水，不要这样。他在水的最远方当水草。怎么，你干嘛对人家笑这么邪恶啊？我要养牌。好，好啊。团出海了，出海了，我是你就出海了。我被关地图了。诺英可以关地图了。诺英可以那个去游泳。不要游泳了，游到最远方的海草有一个绿藻头在那。绿藻头，那是青苔。哎、欸，真的有人在游哎、欸，游来游去哎、欸，哎呦哎呦哎呦，我找个我啊，还好吧。陈思雨是不是？哦，我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四个红了，四红啦。救我跟发发，没办法救，我们去救人的，被抓到了。哎，换你了、哦！是谁？这是谁？哎呀，哎，里面救你，我拯救你，二零拯救全哇，全红的书包，全红的书包，太神啦！我去啊！红的人呢？红的，哎、欸，没有红的人是吗？红的是谁？谁这么红？谁没过气？谁那么红？
我又要变成水鬼，砍他砍他！等一下，我觉得巧克力变水鬼，我被发现了，我被发现了！啊！噔噔哇！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啊！怎么是？那个啊！哦，好卡这边！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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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有鬼！哎，我卡了。我刚卡了，卡我卡了，这地图有些地方还是卡了。卡你不要这样，啊，对不起，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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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堵到你？这里怎么有猪猪啊？那怎么有猪猪？没有很急吗？哈哈，堵，躲在最远处就没事了，安心安心。好卡，小雨快走！哎呀，好卡，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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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快跑！好恐怖！你怎么？我马上先红灯压压惊。吓到！大蚂蚁姐姐，我来救你！大蚂蚁姐姐，可恶！怎么这么多人红？小雨，虽然我跟你是队友，但是我要背叛你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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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事团团，你绿他，我帮你绿他，我帮你绿他，我帮你绿他。我帮你，努力，我不找到人，好啦，我找到，找到，太卡了，我先红个压压惊，不用担心，都可以红，我在很远。你刚救了我，但是红啊，小雨红啊，早知道就不要救你了，团结众人的心力，我们成功了，完了，信任度下降，团团每次都让我好失望，哎。开心，哎呦，心结了，阿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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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biu， 水鬼啊，还以为自己不能水鬼啊，你可以的，哎呀，要小心点，跑出来抓你，小心点，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哎，对啊，这里没有写，切绿灯，红切绿，好像没有得条，嗯。所以就是自己是固定的自己小心，对。发光模式没有，我很想在聊天室打字啊，因为可是聊天室打个安安什么之类的，很还要复制贴上。是咯，好，好，我们现在鬼是谁 ？Bobo 跟米菲，那我们就接续下去啦。哎呀！不要，我们还有新地图，对不对？新地图，坦克服之前的，这次有那个马车可以跑，马车终于可以跑了，是不是？对，马车要看旁边，就是它旁边会有个勾勾，你就可以搭马车。哦，勾勾，对，也可以搭。有合作伙伴，可以都可以。旁边会有旗帜啊，你要看一下那个旗帜啊。那我们就玩这个红绿灯模式，大家最喜欢玩的万众瞩目的新模式。自由灯，耶！什么叫自由灯呢？就是你自己红灯之后，你可以自己解绿灯哦。哇，太神了吧！不好玩。那我们要稍微限制一下，它这是可以限制你的绿灯啊，可以使用的次数，还有红灯使用的次数，就不让大家太多，好不好？啊，大家只能红十次，绿十次哦。哇，是哦，你绿灯是没有那个冷却的时间哦，哦，所以这样子就非常大幅度的限制大家了，对吧？给你每个人十，对一次哎，十次。啊，给鬼加速三好不好？最大的优利啊，走起！自由二零扣打我，No。怎么这么你们这样不太好啊？你这样不太好啊？二零，二零偷打我，二零很皮耶，你巧克力好皮哦，你这样好皮哦，你完蛋了，巧克力一个笨蛋，你红了啦，你红什么红啊？你也会红吗？我打也把你打死，走吧，无敌啊，不好意思啊。彪彪，你怎么走了？我不要你啊！我不要理你，你我找不到人了，我的天！那个水边会卡哎，水边会卡，那你不要去那里啊！
啊，我又红了，米菲。哎、欸、有哎、欸，他车子真的我就在这里啊，我跟你讲，这场我就在这里看着他，他看着我。那没关系啊，我们其他人就开心的跑啊。你是说其他人？我看着这一个。哎、欸，大蚂蚁姐姐，大蚂蚁姐姐。没有。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抓剩下的人呐、啊，因为他只要一走，别人就绿了。我打了一下，然后他就绿，他就红了，然后我走，然后他马上就绿。你看着大蚂蚁姐姐，你不可以手撕我了，不可以的。来、啊，我去抓其他人。你呗，你要去哪？我不守你了啦。你可以守我啊，守一下。不要，我要追逐你耶。O R E K I 二零，你刚刚打我吗？什么那里？你很远吗？二零怎么这样打人？啊、欸哦，还要等他勾勾才可以。哎呦，又卡了！哎呦，好卡！哎呦。哎呦，你会卡吗？我不会卡，我还蛮顺的。我也没有卡哎、欸。哎呦呦呦，会卡会卡哎、欸。某一个角的。哦。哎，米菲马车可以搭了。哪里？哎呦，又卡了。对，你看我搭到了。哦。哎，你们这不卡了？哎呦！哈哈哈哈哈！要传送了。米菲，你可以自救。哦，有。啊。哦。我要走了。哎、欸，至少你没有死、欸，很强哎、欸。厉害吗？开溜。哎、欸，开溜。你有加速三的 biu biu， 你很强啊 biu biu。O R E K I 二零。他自己绿了。鬼在哪？鬼有没有发光？我们去找你啊。棒。这个。哎。然后二零。我跟你讲，差一点哦！我觉得你也在这哦，难怪啊，吓到我。二零，没事，没关系。二零，我们这个仇慢慢算哈。你太坏了。没有啊，我没手势啊，我没有面手，我超棒的。你没有面手？附近有，现在啊，在你这里，我们会看得到啊。我想说，怎么那个数字越来越少，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吓死了！哎、欸，你原创，你在干嘛啦？救人！你在干嘛？这可以干嘛？哇，救护车哎！气死团团！我是不是太近了！我想推你下去，太近了！哎、欸，我出不去了，小雨，你们一个都繁星在那边磨蹭，你是想要推他？卡住了，他卡住了，你们两个卡在上面。小雨在囚禁我啦！我啦什么？我让你出？妈！哎呀！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呀！你好，请问要搭车吗？几位？请问几位要搭车？你偷偷绿，我不知道。可以救你，还是可以救你？怎么？你们变红龙绿了！哎、你好，先生，请问几位要搭车吗？先生，二零，我是鬼，太强了吧！好扯哦！最后大家可不可以都能绿呢？还要来了，还要来了！赶紧找先生。惊险获胜，真的是差一点就要全败了。罐头关起来，气死我了！怎么了？你有打汽油灯？汽油灯好玩吗？不好玩。为什么跟波波一起？他很不满。你可以我们回到鬼就加速了，哇！限制一下。啊，正常是有没有绿灯也是可以冷却，你就没办法一直红跟绿。那这一次也就全体规则喽。反正是自由的，你可以自己红跟绿，可是最多就只能红八次，好不好？好。八个玩家最多就只能红八次。好，而且是算全体的哦，所以你可能一个人在那边红绿红绿红绿就害了大家，听到没有？我全部加起来只有八次啊！我等一下就剩下两次，全部加起来只有八次。那等一下就用了五次吧，我猜。一直按狂按，就来随机。好，跟小雨，小雨刚刚有心结的两人是不是？刚刚有心结的两人，没有错。撒
沙漠小镇哦。啊，地图是小的哦，走起来。感觉刚刚那样子比较是神作、啊，现在就比较正常。去做都这样，就是会看鬼是谁，然后就会自动调。我刚刚也调不了。哦，真假的？对啊，明明就没有，你骗人。这是 respect 啊，不 respect you know respect 尊重懂，尊重你了啊，为什么？我都已经改名了。Go go go！你怎么在这里呀、啊？你真是包爷！我怎么在这里？那你怎么先红了啦？红了啦！不行啦，不行啦！我在走高啦，红了，王爷红了！你不要这么快就在那边红，哎哎！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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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快一点红，快一点红！打二零，打二零，打二零，真的打二零！好气啊！你选的，就是你一个绿就全绿吗？什么绿？为什么？一律就全绿，全体规则。红灯剩两次啊，白痴！哎呦，不可以啦！太少了吧？太难过了。哎，悄悄悄悄悄，真的啊？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要去了。啊！我救你，我救你！你那个东西，你快走！你快走！红灯只剩两次哦，大家，红灯只剩两次哦。多音，多音，多音！在里面，在里面，你游进去，游进去，我让你游进去啊！你当水鬼，这明明是水鬼模式。他发红了啦！没有，你替我们争取很多时间啊！彪彪，我们衷心感谢你。时间有点久啊！哇，哎呀！哇！那换你要改名喽！哎，只剩两个人了，好烦心啊！哎呀，烦心啊！这要怎么上去啊？从旁边跳吧，那个城墙上面。这感觉好麻烦哦。超难的感觉，可是剩他而已。哦，是哦。你是忘记是自由灯？那你可以帮他自由。不对，没红灯可以按了。我不要，我不要，没红灯。我会打他，我会打他，我会打鬼。大鬼，你看有没有刺骨寒温？刺骨寒温。没了没了，直接被抓走了。他这鬼很生气，直接被我抓走。他猎杀了，他猎杀了，猎杀战，猎杀战。你舌头很灵活。救命啊！我救你，我救你，你跳下来，来来来。下面有人接住你，有人接住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接住的，我一定会接住的。别担心，别担心，接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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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自由灯鬼明明就能赢，不要不要，刚刚都一定是你的问题啊。那个红灯瞬间就没了，全部都用光，太少。没有，我觉得应该是鬼加速的动作比较强一点吧。有啦，真的有差。地图小，对，地图小，鬼只能加速一，好不好？但是我觉得红灯次数应该差不多。嗯嗯，刚一定是有人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红哦，你对，你就第一个红的。对啊。对呀，对呀。好，繁星就是。发发 F2 F2 两个 F 哦，一样的地图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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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被推啊，谁在推我？鬼在推你们，鬼在帮，鬼在推，鬼在推。念胖念胖，突然又飞起来了。哦，我飞起来了吗？对，发发飞起来了、欸。哇、啊，你怎么飞起来？你怎么飞起来？哦哦，你看发发，快发发！你怎么是那个？我太牛了！跟路没有改，你才现在是跟路 creative， 跟 mode 啦，白色。跟路，跟路，跟路什么？你要录什么动作？录录录，录录录，彪彪。没有，我为人最正直的。这个是谁？二零。哎哦，怎么这么蚂蚁？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大马姐姐，快点，快点，快点！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没问题，没问题，快走，快走，快走！大马姐姐，哎呦，鬼有鬼有鬼有鬼啊！哇，你是不是跳不上来了吧？嘟嘟嘟，我被猎杀了。嘟嘟嘟，猎杀。
哇，已经剩下两个人了。阿里，因为我刚好遇见你。阿里，请给我签名。没有，我知道你让他爸爸跑很远。争取时间。十年来，我们赌团团，我们赌团团，前一个后，然后那边孩子，我看到小蜜蜂，嗡嗡嗡。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哇，是巧克力耶！那个可以拿到签名吗？拿不到，这个可以，拿不到。怎么办？我也困难，好卡。上面是卡住的，巧克力。哎呦，对不起，你好酷呀！你好酷哦！红灯剩一次了 ，Oh my god！ 完了，巧克力，完了，前面两个，你就是下一个啦 ，biu biu！ 没有，不要当战犯了。没有，他们这边爬山要爬很远呢。哦，对，哎呦，很嚣张哦，他们可是二包一哦。这完了，这要怎么上去？上不来。你要从另外一边爬，这边爬不上来。完了！没了！阿林，怎么又是你？为什么？我不知道哎。哎呦，都很好啊！哪有？二林，你要遭报应了！完了！哎呀！我来了！完了！我快了！你相信普通？阿姆阳怎么都在这？还有另外一个在哪？二林给你，我去抓另外两只。我跑远远的。好了。不要！我二零是输了没？我是无辜的。全员发光！那我掉下来了。完了！乐团你要重跳了，那边跳不上去。完了！你走别边，你走别边了，分散风险。我要死翘翘的。转去分散风险。这地方好高，因为你两倍的身高。哇，好歪哦！哇哦，这位置好安全哦，要爬山哦。我们孩子最后的希望就靠你了。哎，有人摔下来，不要受伤哎！也是找那个摔下去的，上次没有摔伤的。哦，没有摔伤，来找你的。哎呀！好完了，下来我接你。有你找到团椅了，团椅离我而去的团椅，团队模式那个红灯都一下就没了，一下就没啦，对啊，一下就没了，真的，一人一次就没了，瞬间飘飘飘，那这个自由灯也可以来洞穴基地啊，这个很小哦。这个感觉就会更嗨咯。好，那就看看是谁。哦，是我。那你当过的啦。不然你当的话，我们又一样了啊。不要。是你啦。啊，H 哦。好。我发现我常常跟小雨一起。没错，我们一起来砍人。哇！你完蛋了。没有，没有。是米菲打你的诺英。可是刚二零有回我几下，米菲直接全打我们两个。二零，没有，你二零。完蛋了，被鬼记住了，心结了。我打的只有优一的屁屁，出事了。你死你了，你还敢讲出来？完蛋了！地图好像其实也没啥哎。嗯，好吧。彪彪。哇！我准备去红中鹅哎！我的天。等下那个谁啊？哎，刚刚那个是。
鬼吗？不是吧？那绿啊，你绿啊？哎，刚那是团团吗？对啊，你为什么把我看成鬼啊？小雨，都把你当鬼看了。好，都这样啊。对不起。可恶，不可以回。我也不能回你，可恶。可恶。可恶，我们可以在这里偷偷监视。哎，这个可以过去吗？我玩这么多把，我还是不会上去。不能，不能过去啊！你只能看我们的脚底。上面那个桥啊，你可以从这里啊，团团，你看这里。哎呀，不能经过我们，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刚有人经过我们，你要小心下面，你小心下面，小心下面。啊！三次了，剩三次了。我一口气掉两次，没事，这我觉得剩下绿灯的就别，那个红灯的人别乱绿，我们红灯就不绿了，好不好？不绿了，我们先不绿，不绿。哎，下一，不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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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爸爸给我一个下，到底红出来？嗨，优宇，你干嘛？你去找别的人？我在找路啊！我跟张地图不熟，我张地图全部都当鬼，我全都不知道干嘛。哎，对耶。东找西找啊，我还没逃跑过，我不知道在路段行走。旁边都要从哪里进去啊？我觉得地图很漂亮，那别乱来。小雨感觉虎视眈眈，我的天！对啊，小雨怎么一直在那里绕啊？我走路，走到哪里绕？哎，对不起，哎呦！剩下两个哦，剩下两个，剩下一个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要帮忙绿一下。没有，我们自由当然可以自救。对啊，我们就要自己要绿一下，不绿不行。这是诶。哎，有一个山，我在你们脚下，在你们脚下，好可怕哦！我怎么进去啊？好像在山里面呢，好像在山里面。对，隐居了。是我吗？不知道，刚发光，有一个在山里面。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带上底孩子，找不到路，完了。哎，小雨，还是你要再进来蜘蛛里面玩？哎，他不要，蜘蛛感觉有人乱出主意，可以呀。恶灵吃掉了，蜘蛛那边就两个在那边的，没有没有，一分钟哦。我看就这个啦。哎呀，起来！你会害我，你会害我，我跟你讲。我先找米菲啊，不用担心。不要！你打米菲，你打米菲。哎呦，哎米菲，哎，我想说先用掉，我把这个红的用掉。团团，你干嘛？团团，我觉得是人们。小绿绿，小红红，太团团。你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啦，没有啦。对对对，我把大家都绿了，然后就没红的可以，就没红了。为什么你要在那边红？哎呀哎呀哎呀，来不及啊！感觉自由灯如果这样子玩，鬼还是很难。还是蛮难的，然后大家都先红了，然后就先慢慢的红，不要绿，然后等到最后一口气绿，这就感觉太强了。啊、嗯，太失散了。这个又被找出漏洞了。哎呀，又在修了，在修了，在修，在修，在修。这也没什么好修了，这就是自由灯的特色。自由灯买就这样，自由灯就是一个不对等的游戏、啊，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那我们来想想，哎、欸，之前那个啊，惩罚红绿灯，你红太久就出局，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可以了吧？我觉得如果自由灯加这个，但这个他没有，对他没有相加，他就只能自救。嗯、啊，但是你红三十秒就会 GG 哦。那是去，好，好的，这个也就自行的，没有全体规则。好的。啊、哪一张地图啊？这一张没玩过，这个感觉很刺激哦。好，啊，就来随机蚂蚁、马巧、马巧、马巧，
来啦！哎呦，让我们来惩罚你们这些坏孩子！打小坏蛋呐！是发发打的，没有是发发打的，是宝宝。又我了，抓到抓到，我要打的，那你绕过我没有打？不行，要惩罚这些孩子们。哦，原来是这边哦。实名不是瞎子好吗？小雨，你明明就没事。是你都已经开场那么久，你怎么还在原本的地方啊，大小姐？啊，大小姐啊！怎么在这里耶？怎么马上有人昂啊？他根本没有动啊！一直把我推上去。啊？这里可以啊，我这里不行。等一下，等一下，我是想卡在那边啊。等一下有鬼就是。哇，你跳很久呢。你飞怎么爬那么高？不要啦，一。你怎么爬那么高？下不去嘞，那只能容纳一个人啦。玩心快啦！呜呦，你上不来啦，一别啦！哎，我叫我你，一这个太难了，真的，你先去找别的人。你怎么不红了？那你怎么不红了？哎，你去爬那个啊，村庄那里，村庄走村庄。走村，小蜜蜂，哎，小蜜蜂，你下来，我可以接住你。不要，不是我，让我看看。哎，你怎么有蜜到？哦那个很远的。但这地图还不熟啊，让我再多看两眼。哎，团怎么不见了？哎，没看到。我就慢慢走啊，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哎，麻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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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可以打到？为什么打不到？干嘛啦？干嘛你打不到？哎呦！啊，你小看人家啊！哎呀，不行呢！完了，还在练我，还在练我！我在蜘蛛里面，谁救我？救不了啦！蜘蛛好远了！你要被消化了，你活该！完了，这样是吗？啊！已经被淘汰啦！你红太久了，你红太久，你过气啦！我已经是导游哎，他带我过去了，不能过气。我在带蚂蚁逛地图，他带我逛地图哎，怎么办？他是好蚂蚁，不行，砍他，砍他！哎，管不到，管不到！哎，我发现是谁是谁，还有什么危险呢？怎么还有 BOBO？ 没有，我这个蚂蚁你那个要一直追哦，那感觉超危险的。你该砍的哦。你呀。哦。BOBO 在哪？我真的毫无头绪呢，毫无头绪呢，毫无头绪。BOBO， 你知道我说为什么危险了吗？你这个坏人啊！完了，不要死了，剩谁？剩谁？剩谁？剩我，剩我，输了，出事的！惩罚你们这些坏孩子，还敢躲那里呀？彪彪，之前的法官就已经看到了。你都想要学猫叫吗？我以为我还可以同意，为什么要学猫叫？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有一只猫哎，不是 B O B O 了。诺英说，我还以为我可以红，他就到世界外了。诺英，你可以红的，是 B O B O 害你，不，又是我的，又是我的，他先红了，害你无法红了。又是我了，又是我了。那我最后在儿童公园来惩罚大家。啊？有人没当过鬼的吗？二零有当过鬼吗？二零是没有当过。二零没有。没有。没有印象你。你当鬼的表现，但我们没印象啊。嗯。哎，你靠近，哎呀，你靠近，你靠近。哎呀哎呀，还有谁比较少当鬼啊？团团团胜团团 ，BOBO 当一下啊！二零跟 BOBO， 耶！要我来惩罚大家了。我觉得我等下飞高高嘞，为什么？哇！那我们怎么办？他们一定有很多很强大的能力。自由灯啊，没有，我们超弱。自由灯，自由灯的，要自由灯。看一下，看一下，哎呦哎呦，我看到很酷的。
哎，鬼怕人，鬼的武器会在一到九之间一直互换。好不要色，好难哦！我们绝对为 biu biu 设计最优良的鬼，好不好？biu biu 就好了啦，钓竿，钓竿，这里，所有钓竿，哎、欸，你可以钓人呢、欸，我可以钓人，钓人，你变红灯鬼在钓鱼啊 ，biu biu， 钓起来，钓起来，然后他会换走啊，我钓不到啊。他们的武器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在换，然后武器是钓竿，好疯。嗯，彪彪，我觉得你这样很强啊。哦，猛啊！我鼻子很痒，你要再称赞我。奇怪，我们当鬼就只有铁剑拿，他当鬼，钓竿拿哎、欸，好扯哦！钓竿直接钓人，直接拉过来打。根本无敌了吧？无敌的，无敌了吧？无敌的，无敌了吧？肯定无敌了吧？哎，你怎么来了？有鬼，有鬼！他们要来了，来了！来，那我开始钓鱼了。八跑啊八，红红太久就会挂哦。哎，很烦，很烦，一直一直换，很烦。换不到，哎，红了，换掉了。我应该刚不要红，我应该带着恶灵跑就好了。哇，你怎么红了？哇，救命啊！有没有人可以救到他？打不到人啊！打不到。恶灵，我跟你讲，我打不到，你好逗哦。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他们都变红，那就对了。我想不救他了。哇哇！你快红，你快红，你快红！哇，我快红。你要输了，打不到了，打不到了，打不到了，你打到了，你打到了，有吗？我家 baby 都快被打死了，哇！太可爱，哇哇哇！嗯，巧克力，你这边又是哪里啊？肚子里，肚子里，它其实就是这边的，哇哇哇。哦，红灯的是谁？我感觉来不及了。完了！哎呀，剩四个人了。2020，逼他们红灯起来了。不是逼不到啦，讲过去哦。他们要来了，没有。他们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他要来了。哎，你们赶快跑！你们赶快跑！是谁哦？好，救命！好，恶灵冲啊！我们先逼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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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红了，一个红了。有有，我又逼左边，因为他打我的，因为他打我，因为他打我。团，团团，啊好好，我可以动哦。他在下面解你呢，哦哦，这个解啊！哎，团团在那个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救到你了。真的假的？他在帮你绑鞋带啦。他说没事，我们可以活下去的。我打不到，他越来越会打了，越来越会打了。有有，他抓到手感了。太扯了吧！太扯了。好了好了，我啊哎嘿，哎哎哎哎哎哎哎哈。汉江手撕，汉江手撕。对啊，小坏蛋，我是不手撕的好鬼。是吗？干嘛呢？对啊，就是安呢。阿里亚德哟，我走啊！外逃哟，外逃哟！哦哦哦！你那个好猛啊！你就游回去，你就游回去，我就游回去，我就游回去，你就游回去，我就游，我就游。你们两个在干嘛？我就游回去，你游回去，你鲑鱼逆流了！你真游回去，你赶快过来，我要钓鲑鱼，我要钓鲑鱼。我在逆流啊！你在跟我散步吗？我不要，我不想红啊！你在跟我散步吗？红灯了，我不要啊！上钩了，红灯下了，这个距离，我就会说你过气，怎么办啊？我就说你过气，你红灯下了，我啊！我一掉到你就被换掉了，白痴！真的假的？啊！这游戏根本神作，没有烂游戏，太神啦！
对，重点是从下面救到团团，太神了！对啊，从那个直接救很对，我在那边在想说，哎、欸，跟团团好像蛮近的，好像有点机会，然后丢丢看，哎，真的救了，然后团团发呆。我每次被救，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没有，团团你哪有没尴尬、啊？所以你那算是另外一种救可吗？我以为你还红灯。哎、欸，这件事情呢，我们其实有偷偷开一个自然回血，有，哎、欸，好、哦，有，我看爸爸在回血，我有看到我自己在回血，你打一打又回血，都在回啊。重点是你刚刚打我就一下有打到了，你其他都没有拿掉。我挥下去那一瞬间，钓竿就不见了，我就变空手。为什么不见啊？完全没有头绪、啊。我也完全没有头绪。到底是为什么呢？嗯、真的哎、欸，为什么啊？调皮，这调皮钓竿，调皮钓竿。你有想过二零的感受吗？没有，二零都打到人啊。有点强哎。你自己是你不靠你自己啊！那我们接下来玩那个猎杀、啊，怎么两个游戏都不是我想玩？你很挑哎、欸，还挑菜哎、欸？没有啊，我今天我就大牌啊，对不对？奇怪了，猎杀是1.6×5，好，1.6哦。哦，猎杀战争哦！啊，佩纳打咖啡，爸爸都看不起1.6×5的版本的呢。没有，我有哎、欸，我有，我有看得起耶、欸，我看得起，看得起耶，我有啊，看得起。你没有，你没有。人家说不对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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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耶。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好哎，好哎。再想一下，你超勇的啊！我要那点路，你想清楚。老鼠，老鼠，老鼠，猫，狗，天竺鼠，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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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游戏体验百分百，没有，那我没有 IP 呀、啊，很幸福。你百分百因为 IP 是一样的啊、你不要公布哦，你公布我们就直接吐血，没有你公布的话，你就会变成观众了。以后你要跟我们就要去抢观众场了，就要去抢抢观众场，笑死！对，你就变观众了，你就要抢观众场。还没切，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切。怎么还少一个？米菲还没猜到，等一下哦。别的，我有了，有了，有了。米菲还没抢到，他那个问题还没回答正确。有了，我回答了啦。他讲不到，他讲不到，我不选他，我不选他。然后 TO 开头的马上跳过。那观众很可怜，不能哎、欸、发。有啊，我们那个玩回以前的模式啊，对不对？好哎、欸，干被发现没有？我是按暂停，我在帮忙挂台，我没有第一，我是按暂停。这个第一台就打开了，好不好？对不对？这就是我想看到的，好爽啊！我是暂停而已，我没有在第一台啦，白痴哦、喔。这画面就很恐怖啊！我现在还有第一谁？麻子诺英跟米娅，还有那谁？尼姆。半香王啊！那就来啦！哎呦，地图！哎、啊，你的肉怎么又换换、啊？你又换了？露营吗？回到雪地哦。保护色啊？怎么了？保护色。那就让我们来打斗。Go go！ 哎，啊！对，把守在一个很好位。三颗，他不会告诉大家是谁哦。哦哟，哦真的、啊？那要怎么砍人？阴险狡诈。你就会看到巧克力突然砍你，那怎么打人？怎么打人？老想着要打人、啊你拿到？你怎么老想着要打人？你怎么那么暴力啊？啊啊！你狼那也派呀！你狼那也得烤哦！派呀！哦，波波拿了两颗了。
我明明就都没看到小雨耶，乱打人呐、啊，哪有死打人呢、啊？哪里有黑曜石打人？黑曜石打人，骄我这么把星星交出来，他的钥匙怎么那么强？抢劫，把你的星星交出来！啊，不要把钥匙放到那个箱子里面、啊。看配色一模一样、啊，每隔50秒会互换，要自己找、啊哦我也，你自己。你看你找的都是波波找过的啊，他就帮你抢走了、啊，就没有。波波就三颗，对啊，波波三颗，好扯哦，波波三颗啦，假的，夸张哎，只有两颗，我只有两颗，波波，还有两颗，你还有两颗，你还有两，我两颗，我两颗，我真的两颗哦。哦，我知道你有两。二零好像两颗哦，这种事情。二零好像两颗哦，远离他哦。二零，那为什么？为什么有星星你不拿？是不是你有必要？不是我啦。好扯，有人三颗，太夸张了吧？圆确诊，看谁那个动作在那边靠近别人就知道了。怪怪的，太快了你啊！团团吃团团吃团团，团团手上拿钥匙。我手上已经就有你的幽灵繁星吓到我了。真的，我小时候看到这个人是谁？是你哪个坏蛋？没有，巧克力是好的，这是巧克力是好的。我的妈！想吃毒箭，你又知道了，我很坏哦。你又知道了，完了，他们怪怪的。我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拿的箭有没有？他知道。哦，就没有。我拿的加速，我拿的加速箭矢可以吗？可以算。我好想要箭矢哦。有人又找我。好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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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近。谁哈记？好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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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近。乖乖的，乖乖弄一这里。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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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怎样怎样？丢丢，他没买。丢丢，怎么了？丢快跑快跑！过来一下，过来一下。你不是说你只有两个？我刚刚倒到第三颗。他说谎，他说谎，说谎，坏孩子。坏孩子，孩子，好了，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狗狗。你不是，你不是，我不是，我是好狗狗，我是好哥哥。你是坏人，你是坏人，你是坏人。你喜欢动物吗？你喜欢动物吗？你看过的，你喜欢动物吗？当他可以保人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坏人。那个坏老鼠。没有啊，真的好了啊！在上会回血吗？啊，在上！快跑，快跑，快跑！你变成鬼，你就会回血了。米菲要死了，你要飞死了，米菲！完了，米菲没了，换人了！哇！是不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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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哦！被换了，不知道是谁了。各种换呢，真的是很夸张哎！哦，熊猫团团团团呢？没有，我大刚才刚拿到被换掉了，气死我了！而且听起来蛮像的，而且第二次了，你知道吗？哦，你好夸张哦！真的是很夸张哎！哎呀，就是我啦！就是我啦，幽灵繁星哦，不是我啦，我刚来，我没当过鬼，我以为你是好人，咦，是，我是啦，我是啦，我刚刚让你不要那么痛苦，我让你不要那么痛苦，哦，真的吗？那真是感谢你哦，怎么最后有这个发光了？哎呦哎呦，每人都发光哎，有人发光晶晶呢，不要弄。是谁？是谁？小友可以信任你吗？可以，我说。重点是重点是这么自己的人会获胜。对啊，可是找不到，我已经放弃了，我找不到了。不是我呀！干嘛啦？我不是鬼啦，白痴哦，被拿走了啦！赶快拿！不是你刚刚猜一下？我没有啊，我不是鬼啊。二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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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
是锁在旁边。二零就是被波波害的，二零就是要被波波追，然后过去，哎、欸，波波你敢追？啊、还乱追？追啊！不是我这有把剑吗？幽灵啊，凡心，我死透了、啊。你不知道我下面有一把大宝剑吗？啊、哎，下面有一把大宝剑。哎呦喂、啊！二零、啊，那个箱子里啊，箱子里拿出来啊！我会告你哦。箱子里拿出来的，你这个莫名其妙啊！大宝剑又怎么了？我感觉那个啊，彪彪威力都发挥出来喽。我刚刚很幸运的拿了两颗，真的。接下来你是不是可以连续拿了？哇！哦，开心哦！霸凌游戏，喜极而泣，喜极而泣，喜极而泣。我知道，没有，我只有气而已，没有喜极而泣。气气气而泣，不会吧？我们看你都特别特别的华丽呢。哦，他虚拟，你开心我们就开心啊。你难过我们也开心啊。难过我们也开心，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很开心。对，我们就还还随机首领哦。你们开心就好了。啊。对啊，换下一个购物中心，这一次让大家换队可以十次更久一点哦。好哎、欸，嗯哦，那就让我们来走起来。我这是大金的，开始才会知道队长是谁。我们是要砍人吗？你怎么那么暴力呀、啊？好暴力哦！我们是要砍人吗、啊？我都不知道要这个。请问这游戏这游戏没有被砍的选择好吗？你可以先躲，对，躲、哦啊。你们现在有两个队长、哦，那你要最后结束的时候成为人多的那一方。这是首领吗？哦、对啊。好。完了。我们就这边躲着，我们就躲着，我们去找一下波波。啊！到底该怎么选择诺伊？选一个香的，赞！哇，箱子二零发发来了啦，发发来了啦！诺伊，我们一定挺你啊，诺伊！发现你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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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你我们的队伍有叛徒，没关系。叛徒？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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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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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没有叛徒，谁是叛徒？你要好好讲清楚啊！你要讲清楚啊！为什么米菲你都不开箱子啊？啊，你不能开对不对？你躲在六零五，我位置打不开哎、欸。你要加入才能开，你要加入才能开。哎呀，加入才可以开。哎呀，小米菲，我快气死。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加入吗？我好像找到。哎，你在啦！我又来啦！我要去找团团，我要去找团团。好啊！哎呀，你怎么开始发发了？别闹、啊！怎么又是发发？小雨跟团团还在赌、哦，我还没想到当赌一玩家呢。刚刚两个人经过我都不打我啊！好扯、哦！啊，我有经过你啊！在玩电梯，是在玩电梯。对，刚刚诺英跟二零都经过我啊。可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在哪里？玩电梯是不是？诺英，电梯。你再想一下，诺英，你再想一下啊。怎么了啦？到底哪一队啊？怎么了啦？团团在哪里？你再想一下。你要确定呢、欸。有啦有啦。你是透明人，为什么大家没看到你？你不要当边缘人啦！二零过来，二零过来，对啦！哎，是二零，二零，你这个人真的是不能相信！哇！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啦？你不要！你为啥打我？你怎么会打我啊？你打不死我啦！小英怎么会输给诺英？好扯哦！因为我想要来蓝队，混血，你想加入红队？米菲来啦！本来你就是太阳那团的，来啦来啦来啦！哦，我觉得小明是打得赢的，诺英真的好强好强！哎，你有那个，你们都是可以。来啊来啊，你们都来。乖啊！小英，熊猫怎么还没进团队？我看到你，喵喵，在哪里？我看到哎，团团不见了哎！阿林，团团刚在哪？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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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伊，你被绕了！哎，
欸，你是隐形人。你是哪里团呢？团到底在哪里呀、啊？在楼梯间一直上上奇怪的走啊！你在几楼？你在几楼？哦，电梯是不是？他电梯啦！电梯哦！他坐电梯，堵他！走去堵他，堵他电梯！管他！哎，我要被笑死了！好可怜哦！怎么没蚂蚁？好可怜！哎、欸，不行哎、欸，我们红队也太少人了吧！拜拜拜拜！完了完了是，快加油！啊，这能怎么选呢、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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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哇！你怕哇？定哦！哎呀！好来！哎，因为我加入红色的。哎呀！哎，我怎么变？我刚没吗？哎呀！好了，来来来，红队，红队，红队！哎呀！你走开呀、啊！小雨是我的，走开，走开！哎、你走开！小雨，哎，小雨是我的。单挑！你怎么打我？打我！打爆我！谢谢。哇，剩下这个时间，完了，又怎么又去红队了？那是怎样？小雨，你刚那个。没有，我再看一下到底要去哪里。对，诺英加油，诺英加油，我们快跑！诺英你可以的，诺英你可以的。我走，你不要生气嘛。对啊，你去找2020，我推荐2020是我最好员工。2020可以加班，2020加班，加油！我还有四个，哎，好快呀！2020可以加班。好猛啊、喔！啊，这各种互换啊！我推荐我们的好员工二零。我都看到诺英跟波波在一起，我就想说啊，这个我也只能输了。哎呀，你们加入我！然后团团直接冲到我面前说打我，我吓一跳，你知道吗？第一次就碰到一球，对不对？直接加入，真的哦，首领有平手的状况哦。接下来两队混战，一定会分成两队。那感觉14好像太多了，换不完换不完，所以就只有五次喽。好，五次喽，时空车站，时空车站是哪一张？随机混队，捷运站吗？忘记了，完了就知道。印象哎，而且刚刚二零将还掏出圣剑，太扯了！他都莫名其妙突然拿出圣剑了，他要从他小时候圣剑的男人打、欸、我都拿圣剑砍小雨，哎，换件圣剑，好扯！我想说，你给我来红蓝，你给我来红队哦！哦哦哦，这个战啊啊！剑呢？哎，我看到有人烧起来了，这会烫死的哦，小心哦！会烫死，烫哦，会烫哦，很烫，很烫。烫死就换一队了哦，二零呢？哦，烫死就换一队啊！哎，我记得这个好像还不会烫死吧？会死掉吗？什么？过来了，过来了！什么？喂，我们是哪一队？等一下，哦，先砍，他至少也有次数。干嘛？哎哦，红队，红队向强哦！什么干嘛？你也砍我哎、欸！不对，我是红队。哦，听，那红队好啊！听，红队不错啊！啊、哦，红队不错哎、欸，红队不错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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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行哎！不行哎不行哎！你很棒啊，我的弟弟。你为什么？你会给我个信号？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你在这儿吗？红一下了。太红了！你们在哪？我走到。我要红。在楼上，楼上，楼上是来了，来了。啊，楼上，有一个神秘通道，有一个神秘通道。哦，地狱嘛，地狱嘛，地狱嘛。地狱门在哪里？我想想。哎，波波上楼了，波波上楼，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哦。吓一跳！彤彤，你快下来，彤彤，快下来，我保护你。我跑走了，还好，还好，还好，跑走了。我来了，我来了。救我！加入红队吗？哎、欸，你们又来！耶！哇！哎、欸，你看二零那个耶！
天，哦，你太坏了吧！你怎么这样？没有，我记住哦，你也要记住哦。如果全部都是同一队，就是全员输了。来喽，那我要对谁？等于是 Popo， 现在我们都没办法打他。没关系，我无敌的存在。我两百秒，我就跟着一个人。我两百。我两百秒后，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不能打他的。对，不行啊！你打死他就全输了哦。你是不是很想打他？不要打，不要打。我们他有可怕圣剑呐，难怪在那边。我有加速哦，我有加速。他很夸张哎，来，不然下一个人你要谁？死亡笔记本啊！你去找巧克力啊！找我！那你带我去找巧克力啊！他在地狱啊！走啊！你要带我去、啊？我在地狱，我在地狱啊！不，赶快啊！好，带我去！好了，不然这里了，你要找到下一个人才可以。好，抓交替哦！这边啊，蚂蚁在这里。抓交替？没有，现在蚂蚁还不够。那不然米菲啊？好，米菲可以，米菲可以。啊，我怎么了？你要下地狱了。他突然下地狱了，我不要了啊！米菲，你说不能打，米菲打啦！你听不听得懂国语，还是我们要用英文跟你对话？我不想打，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杀戮欲望，握住你的右手了，你是不是看到 biu biu 就想打？你这样说。是啊，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可以理解啦，好不好？勉强可以接受。他已经知道规则，只是他是看对象的，他想说哦，这个不行，这一定要扁，是不是？这一定要扁。米菲的错，一定是他的刀控制不了。女孩子要学会勇敢的说不。你看二势力，不错不错。太棒了，莫名其妙，好坏。控制不住的力量，走啦！还有健康的力量，这个样子啊，什么东西？太威了，好可怕！这次的这个帮派都是输都平了，没有，我获胜了，我获胜了，没有。然后没有输都是赢。哎、欸，他讲了、欸，我现在到现在心脏还在跳哎、欸。你看你啊，有没有？你都害人家怕小鹿乱撞哎、欸。扑通扑通的狂跳。那是团团哦，那团团叫我去追你的哦。你到底是哪一队的啦？我已经预测到米菲会有这样子的那个。这就是我要看到的。这就是我看的血流成河。流成河。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攻守模式，其实我有点忘了。依序获得攻击权，轮流，分四队的那个。哦，我们就是分两队，因为十个人。好，对啊，这个也是要躲吗？哇，就过去被人家打，不是啊。你怎么每次都要我们这样子说呢？在哪里？啊？哦，在这里。在哪里？哎，你来这边呐？什么？这边看呐？来这边看呐？看呢？这边呐？你去看你。哦，不是这一把，不是这一把。这里还用剑看书？你要不看书？我以为是手里有看规则。我以为是手里的书。打他就可以让他淘汰，活到最后就获胜，就这么简单。好，了解了解。这是在 rap 吗？是的。又哦，双压双压哦，双压。所以你要拿起鼠年麦克风。有 freestyle 吗？我好紧张。快分散对你比较好。我们是蓝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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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你是蓝。为什么很开心？哦，说到你了，是不是笑点？怎么这么开心呢？跟他是不同的颜色，他很开心。哎呀，蓝队攻击人，哎呀，哎呀，红队，红队在哪里？红队在哪里？为什么一分钟了那么久啊？为什么我看到？太久没玩了。打啦！这是米灰啊！打他！哎，那别别别回头啊！啊，在哪里？哎，你呀，做一个
飘在空中的雪山。好了，对不起。啊啊啊啊啊啊啊！诺伊，对不起。诺伊，诺伊，诺伊，三个人。完了，还好久哦。这个是先手有超大的攻势。你还敢拿？你还敢拿？哇！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他到中间，他到中间了，他踩，他踩，他踩。包过去，剩下最后的秒数，我们可以的。二零，快点！二零，哎，二零是哪一队的？二零，二零，哎，小二零，二零，二零，快跑！撤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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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快点追，对不对？小雨，我原本是要追二零的。对呀，我想你们不在追二零吗？我想说他有可能从这里来。没有。意外发现另一个，来啊，来！哎呦 ，Oh man 哦 ，Oh man 哦，没有后面呢，哇，他们都躲起来了耶，感觉全世界都消失，不存在，感觉全世界都消失，静静的，就是那里，对，就是那里，就是那里，没有不是吧？这里不止两个人呐，亮的，快跑，快跑，回起来。我回血回满了，好扯哦！这是个死亡专家，我看他吧。团团，开心飘飘，我要进24秒，快跑！哎，快跑！快跑！快跑！大妈一姐姐带我跑，大妈一姐姐。快跑！快跑！快跑！没事没事没事，要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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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剩几秒？两秒一秒，给我回来！两秒一秒，给我回来！给我回来！死到了死到了！死到了！死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死到了！2020！ 哇！加油！武器会变，武器会变，武器会变！撞了他！撞了他！哎哎哎！死！我不要了！二零，二零，二零，逃跑啊！二零，你100块掉下来了！奇怪啊！二零捡的钱呢？你掉钱呢？二零带掉钱了！送你，送你。送你，好我，你裤子掉了，你裤子掉了，我堵到他了，我堵到他了。对，哎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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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太棒了。No， 好像是唯一一个死掉的。团团救你，对吧？救我一个啊！哎呀，我还看到他们三个人啊，就差一秒。最后那个追那个二零零，你们追外圈，我想说我切内看看，然后就切内，哎、欸，怎么是一个小玉？直接看到小玉，我在里面，我看二零被追过去，我还想说啊，二零零慢慢走，结果就有人进来了，想切二零零，结果切到一个蜜蜂啊，太残酷了，好笑、哦，华裔华裔。这个游戏好玩，这个游戏好玩。哇，你只赢哎！有队友的感觉真好。有队友了。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最早的猎杀战争。最早，最早，还有最早的最初的模式，最早的模式啊，就是那个随机哦，随机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是随机一个人当目标，那所有人要追他。哦，对，那他只要躲过这个时间，就会换下一个人被追。哦，找星星嘛，对不对？找星星，哎，对。然后我们这样子十个人，所以每个人30秒。好，好，一轮就直接死到了。好，好笑，就是轮流被追啦。那你被追的那一方。逃命的那一方，你只要找到星星，你就可以躲过这一回合。双双，懂吗？好，好，好，就让我们打斗，是打斗，是打斗，四色商场，这个好玩，这个是什么？你觉得好玩？中间很宽阔哎，我没有那么好做了，不好。这可以爆位啊，他就可以爆。这边目标在哪？这个目标在哪？这边公布第一个目标了。杰哥不要。哦，你很勇哦。我先很勇。你家很大，这边好像一个人呢，是不是？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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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好的，好。小雨在哪里？小雨在哪里？看一下，看一下，蓝色。怎么一堆人都在这里了？刚刚挤到好像是一个人吧？哎，怎么拿不起来啊？你没有钥匙，没有钥匙。小雨那个是目标，你现在是猎人。哎，我打到小雨了。
哎、欸，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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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绿色，绿色，绿色，出去了，出去了，哇！躲在你后面吗？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他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个会刮刮吸吗？对对对对对对，蚂蚁加油，蚂蚁加油，一滴一滴啊！一滴滴，哇！没有，我刚看到的是米菲。没有，我其实看到是因为他在团团后面。爸爸，爸爸，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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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龙吗？我会对你温柔一点。猎人，猎人手要拿武器。别啊！有看到吗？有看到吗？黄的，黄的，看到黄的，黄的，黄的，黄的。外面二楼，外面二楼，我包夹，包夹，包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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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动了，他不动了。快跑哦！我觉得好放弃挣扎了。四面八方啊，全部都是人呢。四面楚。哦，原来还真的是你。小雨，小雨跑过了，好猛哦。我跑过了，还好是遇到米菲、欸，真的。我跑在蓝色一楼餐厅，蓝色一楼餐厅，蓝色一楼餐厅，不是啦，他去二楼了，他去二楼了，去二楼了，二楼二楼，他在二楼中间死了，碎碎碎碎碎。伯伯欢迎啊，我们贵妇团，贵妇团，你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你养你的小狼狗，我养我的大狼狗，白色，他在白色，我刚刚看到他。啊，白色，嗯你不要听他乱讲、啊。白色三楼好像有看到，白色三楼，白色三楼，不是红的啊？是吗？哎、欸，你这边真的是摆得很漂亮哎、欸，二零啊，好像它是红色二楼里面没有啦，太蓝色，太蓝色，对啊，这里没有啊，没有啊，是我啦，没有啦，你看错了，团团在黄色二楼，团团在黄色二楼，对啊，我在黄色二楼，他到一楼，他到一楼了，他到一楼，另外一个 T， 另外一个 T， 另外一个 T， 你真的是哦，我看他小雨，他刚一直追你，他很过分，哎，有人瞎子，他不知道在哪里，什么有人瞎子，有人瞎子。要不要加入我们贵妇团啊？那你是不是戴墨镜看不到他？哎呀，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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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二楼，二楼，二楼，看到了。说你，你刚刚跟他做汉堡。不要了，加油，加油！哇，差一点点。哇，可惜。这里你刚刚很扯，你直接走过去耶。哇，他刚刚这个我直接看过去，我看着他看过去。保护色，保护色。No A， 你在哪？我不知道哎、欸，在哪里？你在哪里？哇，这里是糖果。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不会跟别人讲。这里有糖果。我在红色那边。我好像看到你在看电影哎，对不对？电影是绿色，绿色，绿色。谁在看电影啊？哦真的是哦。哦哦哦哦。哦，我跟小聪都没砍你哦，哦，不是我啦，下一个会是谁啊？二零，刚在电影院。二零，他有保护色。二零有保护色。二零不见了，他看起来挺黑的。二零，你在我刚刚那个地方吗？你为什么？你为什么笑了？等一下，我忘记我刚在哪了哎、欸！是哦，没有啊，找不到二零零，完了二零零会躲、哦，蓝色，蓝色，我蓝色，随便喊一个就对了。只是熊猫，哎、欸，熊猫可能是不是抓过？还没啊，还没追他。还没啊，繁星啊，繁星，听说你刚刚在绿色这边对不对？没有啊，那你现在跑到哪里？我现在在白色三楼。白色三楼，你们怎么可以不跑去？他真的在白色三楼啊，他躲在我刚那里。好强哦！白色三楼这是开创造了吧？过分。自己盖一间白色的，有香一下不行哦，不管人家哎，哦。团团，你人气不错，你不要看着我。我觉得你特别的帅啊，不需要，特别的有魅力。我也要团团在哪里？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黄色，黄色，团团，我来黄色，我来黄色，我来黄色啦！哇，好扯哦，好扯哦，你是谁？你不是熊猫团团？你为什么又是你？哎。我最后一次看到蚂蚁在黄色啦，
干嘛？姐姐啊，没有啊，不要乱。哎，在黄色二楼。不要乱讲啦！黄色二楼。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下大麻，两下，都强了，你卡都强了。啊！完了！被背后突袭了！加油，陈红！落单的，我来找你啦！我刚是个大麻衣姐姐，我还有点呛啊！团团就来查气，团团的啊！哎呦，知道尾刀！哎呦，加油！啊！单挑，中路单挑。二零，你要赢，叫我是握手，我们握手，没有握手玩家，你只能单挑啊！打架！哇！二零，你会不会打架？二零！哇！叫二零跑掉！黄雀打死！耶！黄雀，这个环节怎么好像看过？我时常看到，好像每天都遇到。哎，打完两组，哎呀，终于死掉了，正开心，然后还想说，哎，捡一下尸包，又忽然间后面来一个，我死了。哎呀，妈呀，最后，很好扯哦，开心啊！哎呀，你今天特别卡熊。接下来躲猫猫怎么玩呢？会分成两队，猎杀跟逃亡。那猎杀者当然就是时间内追逐大家，逃亡者呢就是要努力的逃。那你可以在箱子里找到东西，好吧，箱子是逃亡者才可以开的。好的。然后哎呦，给每位玩家分配道具，这感觉很酷。哎呦，初始道具，杀人剑吗？对，躲过就赢了。躲猫猫。啊，硬核。啊，随机一位加猎人，猎人那么少，太少了吧？好，抱歉。说明他多点几下。我有两位，只剩 H2。感人。啊，不对吧？那沙暴不对吧？有什么问题吗？开心对吧？开心，他虚开砍，跑很远哦，可以不用跑，他待在原地也没差。对啊，在旁边就会有箱子啊。对啊，团团的电集合。好，你去。哎呀，一楼啊。一楼，我已经在一楼啊。嗯，我已经在一楼，我也在一楼。哎，一楼。哦，这些道具哦。哦，还要随机给那个哦。你们什么道具很扯哎？杀人剑两把。小雨。两把杀人剑。说了，他有吓我一跳。有，我消费完了。集合，可以。吓我一跳，消费完了。你路过你都不进来消费，团团，我帮你抓到。炸满意。怪轮，我跟你讲，我那个最挺团团了，好不好？哇，买米飞跑，米飞跑，包包快跑，快跑，有加速感觉。哦，我抓到了，这个跑单的。跑单。跑单的。哎，跑单的嘞，去楼上了吗？没看到哎。对，我去楼上了。知道。我去找。跑单，吓死人了。没有，你没看到了，真是幽灵。追逐，我们可以的。叫你跑，你还往那边跑，哎呀！完，店长要死了，完了，没炒面，没法吃了。感谢人哦，要死我。哎，怎么？二零很会跑呢，二零。跑单。哇，不要绕跑了。可以躲吗？觉得感觉怎么样？你抓到了。是。我躲哎。绕干了，快跑！可以躲，没办法，我可以拿杀人剑砍鬼吗？哇，还加速啊！是没有杀人剑，假的啦，骗你的，有没有吓到？我们应该是无敌的。不要再追了，然后又不要追，你追谁？不要追了哦，看到就追。哎，他这个的香肠什么都没东西啊？有啊，我有拿到啊。技能吧？哦，几率吗？所以有可能。技能吧？技能是什么？好像有六个有道具。不是有技能吗？哦，有啊，有技能，你可以用啊。你开啊，你开啊，开 Q 啊，你开啊，
QQPR。对啊，你开啊，然后在这边跑啊，看人一清二楚啊，没事啊。哇，你跑很快哦，你飞快跑，快跑。二零，无敌哦，二零。好扯，二零。二零是什么？欸、有无敌哦，好扯，砍不了啊、欸。好扯哦。有啦有啦有啦，呜、哦，你几个道具啊你？哇、哦，好扯哦，二零。啊，二零交给二零交给你去追，刚米费的东西，都被拿光而已，都被拿光。啊，我死了，我死了。你还没有，我这。你可以活着、啊，你还活着。喝咖啡，喝咖啡，喝咖啡，喝咖啡。喂！啊，等等等等等，后面。啊，嗨，你好。嗨，快跑。啊，不，我想说后面是安全的。喂，你跑去哪了，诺伊？我不要跟你讲了，我不要跟你讲，你要跟我讲一样，我也想喝咖啡啊。对啊，而且都没有人啊，我还关个门呢、欸。你很有礼貌哎、欸。好孩子，有礼貌的好孩子。我会记得关门。记得关门。啊，在哪里、啊？这边都没有坏宝宝啦，这边都没有坏宝宝。你怎么可以讲出来、欸？找不到人呢、欸，还剩三个。三个。诺伊已经。砍完了，我以为你还活着。没有按什么跳的。我砍完他，我还在找他的幽魂。哎，我看到了，三楼，三楼。给我个信号。店长，不要跑啊，店长。店长跑班啊，店长。还有这个反射僵尸，你开始了。哇塞，好扯哦。跑不到了，店长。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个我直接被定在原地了，这。还在三楼啊。哎哎，店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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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三楼，还在三楼啊！厨师，房间也在三楼，房间也在三楼。没有没有，我在白色大楼。白色的，我追店长，我追店长。好，你追店长，你追店长。不要啦！要讲的好榜娘啊！会摔啊，店长！哎，你怎么又？哎呀，你为什么跑那么快？店长，米菲，主要是一开始的米菲。你撑着点，棒的！我要撑四十秒哦！你别超勇的，你别超勇的，你超勇的！米菲在很多地方，我在追米菲，然后就二零来，对啊，然后想说放过这个家伙，结果他就躲到现在了，太夸张，好扯哦！想不到吧？嘻嘻嘻嘻嘻，想不到吧？我们居然被一个观众给虐了！哦不。在小看观众啊！走走啊！没有，好猛哦，好扯哦！他在几楼？我刚躲在这的时候就一直这样子来回看，我快吓死了。他这边很多石音呐，他这边很多石音。他在三楼的角落。哇！你在几楼？三楼。是几楼？哎，可恶！三楼的一个摩乳巷那边。摩乳巷。就只有他能通过，你知道吗？只有他能通过。你好无聊。米非毒矣。耶耶。哦，二零哦，还不是你害的。二零哦，是二零是哪？二零在哪？我那时候追米非，他一直叫我看个砰砰砰砰砰。哦，原来是因为这样你才看到我的，我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而且你用了道具之后，你还拿另一个剑士，我就一直追啊。快拿着！而且一开始给道具是很强的，给蛮真的蛮强，蛮多的，给了三种，给了三种也太多了吧？难怪你每个人都好扯哦，每个人都在加速，量太大了，量太大了，加速隐形回复啊！从头开始，耶！哎呦，再来逃脱模式啊！哎呦，逃脱玩透透啊！哦，这好像很难哎，全部玩一遍，我打到你。模式呢？任务方，也就是脱逃的人，要努力的找地狱之心，找到足够的就会获胜。攻击方呢？对，就是要把其他玩家都给 kill 掉，或者是时间到任务方没有找齐，那也是获胜。OK， 那任务方就是个人找到三颗地狱之心就会获胜。嗯嗯，那重点是要脱逃人数少于三人。杀到剩三个人，三个人获胜，任务方的人就赢了。哦，妈，这等于是任务方找九个，九颗，九颗就赢了吗？对。啊！玩家2-1分配三个鬼，三个鬼，
哎呦，目标地狱之心是最少要六颗哎、啊，哇，好多、哦，一个人是全部啊，太多了吧？是一个人吗？这是一个人吗？一个人六颗好多哦，一个人六颗超多的耶，对啊，目标地狱之心颗数，感觉是一，就是那一对哎。嗯那感觉是一对、欸，一对六颗吗？妈，感觉是就是一个人要找六颗才会，一个人找六颗、哦，超多啊、太多了吧？有点久没玩了，看看，先试试看嘛，对不对？六颗是团体，作者说的。哦，六颗是团体，六颗是团体啊、嗯哦！就是我们全部找到六颗哦，团体战、哦，这是集合给一个人还是就不用拿到就好？一个人找一颗就好了吧？你是不是想躺赢？那我们多一点八颗，试试看就知道了。试试看，好啊，好。团体赛的哦，你要干嘛？这个箱子只有五个。科技学校，哎呦，团团的学校啊，走起来。可他是鬼耶、欸，地头蛇团团，地头蛇。哦，好久没有玩。他还收保护费了啦，啊，收保护费。好黑哦，你是都没捡到这。你好黑，你怎么又好黑？你哎、欸，你是鬼耶、欸！那、欸、你是鬼啊？个屁啊！为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你男友很黑。我刚刚看到的地图很黑，这是什么？哦，可能装了什么？肯定是我了。他很黑，踩地道具好可怕。我头好晕，等一下。你头好晕、哦？他踩到传送，踩传送吗？哦哦。猎鬼，猎鬼，买啦买啦！我开个门，爸爸快跑！吓我！猎鬼，猎鬼，什么猎鬼？猎鬼，见你过，见你过！对对对对对对对，蚂蚁打他，打他！对对对，找到一颗，找到一颗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夸我！小鬼在这里，太棒了！猎鬼，我见你过，猎鬼，猎鬼，好猎鬼，好猎鬼！阿诺伊挂了，他踩到了。陷阱！哎呦卡！关卡！那个那个，我找到一个，我找到一个。诺诺，你打个问号，全部那个。他那个打字好像会累的。对。就是黑名。啊！三颗，三颗，三颗，哎呀！诺林擦一颗几滴血。你要一直到你的画面。我为了活下去，没办法。哇！这要死，要死了，要死了。他、啊、怎么又回来这里了？过路了，你过来，让姐姐来接我。等一百秒，箱子重置再去找。好了啦，店长，我要猎鬼啦！你才是鬼啦！活下去，把你的灵。你不要以为唱歌我就没看到。哎，没有啦。那不要更新了啦，箱子更新更新更新，箱子不见了，耶耶耶耶耶，好，下一个下一个，要死了 ，Hi chocolate， Hi chocolate， 找箱子啊，先找一下箱子啊，小玉蚂蚁在你后面，小玉蚂蚁在你后面，没有没有啦，哎，你怎么隐形的？你的箱子在哪？没有，左边左边大了，又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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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杀两颗杀两颗杀两颗，没了啦，要等一再等一百秒了。店长，哎哎，店长，差两颗，这里有没有？哦，我找到最后一颗了，来来来，还差一颗，还有一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啦。是不是太少了？怎么很难找？难找哎、欸，真的难找。很大嘞、欸，对，难跑哎。可是我们也很难，我们三个鬼都这样子了。我被繁星六超久没玩这个。你刚刚在传送门等我啊？对啊。我直接捕获你是不是？没有吗？他没捕到我。一直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啊。没事啊，店长。这个啊，刺激的宣言模式。哦，宣宣言，宣起来，好不好？啊，哎，记得这个就是反向的，找五颗，发出逃脱的宣言，躲过那个时间就可以获胜。反之，你如果有人砍掉他，那就是砍他的那个人也会获胜。那每隔一百秒也会强制宣言哦。嗯啊，躲是要躲六十秒的哦，很久的哦，好久哦，好的，
好吧，欧风村庄 ，Let's go！ 咦，哦，这个地图好棒棒。没有人放烟火，鞭炮，听你哒啦的。那找五颗啊，五颗就可以宣了。宣了以后就赢了吗？对，那你还要躲好一段时间。哦，你宣直接赢。怎么直接一个人都没了？太扯了吧！一群人在这里就一个箱子都没有，超扯！巧克力有没有害的？哦，巧克力拿了一个，看到没有啊？里面是道具啦，好好哦，道具比较好呢，好爽，有道具。二楼都被小雨拿走了，三楼也被小雨拿走了，两颗，我看到了两颗，有一颗被拿走了。二楼那一颗不见了，没有，那个二楼本来就是空的。三楼有，三楼有，三楼没有，三楼是加速。怎么可能？我不相信。你 Q 出来看看。自己拿了一颗，哎，我没有啊，我是加速啊。没有，你拿一颗。没有，你拿，哎呦，哎呦，是空的，我的天哪，要修。小雨又想拿。我没拿到，我刚在楼外面。哇，好像为了我楼外面，可以拿一颗，看到了。爸爸两颗，爸爸两颗。楼的那颗拿了。你为什么比较快？小雨真的拿了一颗。哈哈哈！小雨得意的笑，这里的笑。笑啊！哈哈哈！得意的笑，得意的笑，好狠。得意的笑，就这样子偷走我想要的。在15秒之后就有人要强制宣咯。对哦，要强制哦。10秒，哎呀，表示我都可以，就是你了啦，不要啦。有戏。我们这里有一点多人，有点可怕哦。其实没有关系，就你们那边吧。20名，20，我刚看到在旁边，在这是吗？我刚刚。你说4级吗？对，在房子旁边，房子左边，他往那个中间。20没什么好说的，再会了，20。拖走了。哦，我看到了。对，这一集。去了，他跳下去了。我刚刚 F 啊，下一轮啊。有他，他下一轮，他村洞里面。他一直跑，他在风车，在西瓜。有。我在追。要不要追他？要不要追他？我在等。有啦，等你啊。等不过。他得意的笑。你下一个200啊。等下一个200。他在村庄往市集走，他在旁边，他往市集走了。市集，他开道具了。他们在市集呀。巧克力，好扯哦。二零呢？二零，好扯哦。巧克力，你很夸张。你怎么在这边？怎么没人砍你啊？不是一群人在追你吗？怎么没人砍？对啊。哎，爸爸拿了一个，我五颗了。好扯哦，爸爸。巧克力出来了，五颗啊，对不对？对啊，那我在骗人，没有那么容易出来的。你在哪？巧克力？巧，我在20旁边。20就死了。我看到20死了。你看到20了？20死了？不是，巧克力。屁嘞！在哪？你又没讲。他在哇！没错，我有两个加速。你好强啊！我输给观众，这观众好强啊！太强了吧！转端，宣的，转端宣的，他怎么可能追得上我？团在哪里？团在哪里？我在大屋里。哦，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团团，你怎么跟我在大屋里啦？哎，你也在哦。哎，那我们要躲好两个人哦，两个人。哇，大屋哎，躲好呢。团团，快使用你的技能！团团真的往大屋跑了耶！哇，我是有什么技能？你有逃跑技能？没有啊，我没有逃跑技能啊。我加速又加速，哎，怎么加速又晕了？啊，你是晕了？我找到他，看一下。不行啊，不行啊！找箱子，时间快到了，卡住一点啊，可惜。哈哈哈哈哈！我把你卡住，可惜。
啊 ，BOBO 脱圈呐 ！BOBO 偷偷来，他嘚儿一的小，又嘚儿一的小。时间也剩下30秒，你们可以集资哦。可以集资，看想想。我在市集里面隐形了，我现在是。诺音几颗？诺音几颗？诺音找不到。我是市集好一颗都没有吗？对啊，阿爸呢？没有，我四颗。波波在大楼，波波在大屋，波波在大屋。砍他！波波下去了，他出不去了，你快砍他！哎呦！隐形，还在附近。哇！回去了！我的天啊！水鬼啊，水鬼哦！对，盖上一楼，发现一楼他出去了，他出去了，他出去了，他两个隐形啊，好强啊！哇，好扯！还有两个哦，好耶耶耶耶耶耶！哈哈哈哈哈！我想说，哇，他四个，没有，我以为我刚关麦，所以反应听到了。没有，我没听到啊，我没听到，我没听到。大家都听到，我看到粒子效果。我肯定有关麦啊，观众当然会听到，你们听不到的。你肯定是那种拿着大喇叭尬广的那一种。尬广，全部尬广。对，全部尬广。我以为你家还有两个。好扯哦！我刚才也留两个隐形，哎，两个隐形，两个加速。哇，你们都拿道具，我就全部都是星星，想说应该没事，躲起来。啊，没有，我没有道具，我只有两个星星。哎，那最后来候选人模式。哦，你该最爱的，好不好？哦，这个我真的不懂哎，怎么办？这个我真的，那你赶快看啊，你赶快看。不是，可是我看不懂。很白痴哎。候选人只有两位，那候选人砍死一般人，一般人就被淘汰。那一般人呢，砍死一般人。你砍对方，你也会被淘汰。所以简单来说，你要确认对方是候选人，再砍他。OK， 嗯，就这样子。那候选人要杀谁？候选人就杀大家，杀大家随便砍，除了不要打同样是候选人的人就好。对，哦，好。打同样是候选人的，他现在惩罚我记得更重喽，还蛮重的，小心哦。啊，不要好人互砍哦。他会有蛮大的惩罚哦，忘记了他在更新那边有說。他是会公告啊。对，除了公告以外，之前好像还有更就是会缓速之类的，就是好像会定候选人跟候选人，如果要乱砍，就自己小心了哦。那每隔50秒，候选人也会放出粒子效果，好，可以透过那粒子效果去看。简单来说，基本上你被打，对方很有可能是候选人，也不一定，很有可能而已，很有可能是小丑打你。哎呀！走起来！他相信有各种道具可以帮助你。哦，有道具。这个强敌，比方说那个啊，气刀的啊，救命剑。哦，救命剑。嗯，很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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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cent。箱子。买一个吗？箱子啊。花喜 Innocent。把箱子啊。Innocent 是什么？哎，我来看看。Innocent 是 Chocolate， 我拿到那个纸 ，High Chocolate 是候选人。没有，他不是，你要乱骗。Bill， 你是不是怪怪的？他有纸，我有纸。他自己是当那个候选人，然后在那边乱说。来，打我啊！小雨，还可以玩这招。我直接给你打。没东西。巧克力哦，巧克力哦。哎呀，是吧？黄金跟巧克力，不可以这样子。No！ 哎！要不就黄金，要黄，反团还我！要还我！哎，怎么了？没事。巧克力，你也是啊？你砍谁啊？你只会打同类是不是？二零，你也是啊？你干嘛？哎，你哎。哎呦！我刚才2020，哎，2020，巧克力，有，2020，巧克力还可以把我暴露了身份了，别跑啊！你以为是繁星呢？我怎么知道是你啊？二零，好可怕！继续跑，巧克力去参加了，抢他！2020，我们回头看，
抢他职位，走发发，走，我们去抢他的，我们去抢他的那个。我们在这里啊，二零没有没有，你看我没有力气效果。砍波，砍波波，二零，发发发发发，来来来来来，二二打二，不会不会，二打二，来啊来啊来，来来来来来，哇，他救你这啦！地狱地狱地狱那里地狱那里，好扯哦，他们烧起来了，好扯哦，为什么有人烧起来？被加速跑，被烧死了，别别别，烧死了。哎，烧死没事哎，我烧死没事，烧死应该没事，烧死会怎样？没事哎，就回到中间了。那他那时候说是怕什么挖沟不是吗？这样算是作弊吧？你说回到中间，回到中间都可以回血、啊，反送门吗？对，可以回血，对啊，回血。二零呢？二零二零找下二零，奇怪，二零在中间啊，往地狱隔壁跑啊，地狱隔壁，好好好好好，我要去回血看看。你去回血，好，你去回血。对，那个回血真的很棒哎、欸，真的哎、欸，作者，哇，救命剑怎么那么容易拿、啊？好扯哦！我宝是不是你刚刚是被烧死的、啊？我被烧死了，圣剑呢？无情的圣剑。哎、啊，我记得你是不是候选人？不是啊，我被烧死哎、欸，我不是候选人呢、啊。他大哥啊，可是你刚刚打死我哎、欸。我没打死你啊！没有，刚现在是二零，刚是你现在是二零，反转在演戏。我觉得 Bobo 在演呢。我没有，我跟你讲，你一百秒后你就可以看到我。我不要一百秒后，我不要一百秒后。不要啦，真的不要啦。我不要一百秒后。我应该是 Bobo， 应该是 Bobo。是啊，他那个反应我觉得怪怪的。一百秒。对嘛，就候选人哈。团是候选人，团是候选人。我不演的不是啊，作者说一般人会出事啊，哎，所以可是他不是神秘候选人，哎，可是我又复活了，为什么你又复活？什么？哎，为什么？哎，啊，我们俩都是白痴，我跟之前那个一样，哇，哦，是，你在骗啊，我们俩都是哦，他好像同时死掉就很容易出 bug。团团，你那个时候。追 Bobo 的时候，你就是候选人了吗？我不是啊，我是一般人啊，然后我现在变候选人，所以现在候选人变三个啦，现在变三个了，不是候选人，作者是不是 BOBO 有 bug？bug 啊！我们现在变三个候选人，大家都是候选人。完了，那我们为什么死那么惨？那试试看会不会大家都可以一起当候选人？你们一起死就可以了，你们一起死就可以了。好夸张哦！为什么？为什么我变成候选人了？我也想当候选人。我记得他是那个之前他有说他那个 bug 的原因，可是我记得我有下载新的版本，所以应该是到底是有修正完了。对，是里面好友，不是，我是一般人，别杀。变质了，而且重点是，他候选人变多了耶。对啊，我们两个变三个哎，没错。我就想说，跟团团是啊，然后繁星砍我一下，我就死了啊。我怪怪的，我跟你讲，我想说怎么石英会动，我就撇下去了。石英会动。我想说你们下楼了吗？截止的时间名就两位报名，怎么最后多了一个人？谁走后门 ？B O B O。啊！我最后你为什么偷偷走后门？对，我最后我没有赢呢，你知道吗？你走后门，然后最后没赢，你没有走后门还输，宣告不是，我跟你讲，我超级复活哎、欸，我被砍，我不管被谁，我觉得一定是你在那边自己烧死自己，你发什么神力的？哎，我觉得有可能烧死自己的这个哎、欸，我觉得是。他说是新的 bug 哎、欸，你好厉害哦、喔，测出来了。我们玩这游戏是不是找 bug 啊？对啊，那走后门靠关系还输啊？不是哎、欸，好好讲话，什么叫做走后门靠关系？我是莫名其妙，我一开始被二零打进岩浆的，你知道吗？有没？有、啊。所以什么？你现在什么意思？是二零强迫你走后门吗？二零强迫我走后门。哦、哇，二零，我觉得你可以告他了。后门要小心的，什么你后门要可以告了？爸爸，你说什么？爸爸，他强迫走我的谁？谁？他都走后门呢、啊，我说后门要小心。谁家后门要小心？谁家后门？没有，二零强迫走我的后门。哦，我怎么讲？我讲的。哇，小雨狂喜耶！
这不是我想休息了，休息了，休息了，玩不下去了，玩不下去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怪怪的，真的怪怪的，怪怪的。一个一直说想杀人，一个说自己有两颗。录音关住耳朵，不要听这些污秽的大人的话语，尤其是那 B 开头的。B 开头的，好简化。啊，没有啦，是，我觉得什么都不要理解，对，你耳朵遮住，遮住我觉得你会比较喜欢听，也是危险，危险，休息好啦，休息啦，辛苦啦，辛苦啦，你干嘛，石英，你干嘛，石英，好啦，感谢，也辛苦浅风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一二三。就这样、啊、感谢各位、嗯、大家晚安啦、哦、等一下再想要不要剪片还是睡觉咦来各位晚安那、啊、等一下带去哪里诺应该还会再开一下下然后你们可以去看或者去看看看有谁哦你们想看你呀还是看看有谁哦、喔。哦，好啦，不然去看看米娅，看他到哪里。对啊。他们打黑龙，他们打玩魔物啦，所以可以去打个招呼。他也是声音很好听的一位。我们走吧，大家晚安喽，拜拜。